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咱三重埔各位乡亲、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。啊，咱五国先帝、新王炎帝，啊，五国也讲，伊的经在社会流传无绝，除了咱全省。啊，咱的新郎炎帝会啊，176经的大小宫庙以外呢，咱民间啊，这个流传啊，五国爷伊的经非常的少，所以这回伫这个所在要弘扬五国先帝啊，这部经的功德。的事啊，那么首先呢，啊，我得爱应这个元始天尊说《新王五国真经》这部经，下来啊，送予各位，您等于这部经是一个宝，啊，是一个宝。您厝若有这部经，放伫您厝，家来会个做平安。若是囡仔有条件，就满煞；或者囡仔未平安，暗时歹困，我教各位方法。你这本请起来，吼、哦，先请起来时，安尼先请起来，吼、哦，咱呢连续，吼、哦，奉请，大慈大奉请，大慈大悲。啊，新郎炎帝座降临，奉请大慈大悲新郎炎帝座降临，奉请大慈大悲新郎炎帝座降临。啊，你要请的是咧，这部经爱放在眉毛哦嘿，放眉毛的所在哦，你莫安尼哦。哦，嘛不是安尼，伫眉毛的所在。两手呢，安尼请呢。哦，咱请呢。你要向倒位去请呢？向北边，向北方。啊，恁家不管有强神无强神，你面啊向对北边来请神龙也得做，神龙也得一定会加人。啊，即使伊无亲亲家人，伊会派伊副市长来参加。哦，所以今日呢，李乾隆李市长，另一输到越南，为新农大地而发布去侵犯无地咧，所以派市长来参加，副市长来参加。结果副市长呢，伊嘛甲坐一时啊，伊又阁无用啊，糟蹋又阁走遐。啊，这毋啊，倒位来代表吼？我看无，咱的好多郑金昌啦，啊，是咱的苏讲师啊，好来代表。啊，所以这部经，甲各位，我当时这部经，要印这部经呢，我开始咧无看，由咱的郑金昌。做模啊，一多一嘞，做模啊，公司大老板
剪金仓，啊，小木槽哟，啊，那一对，啊，以布施印这部经来甲各位结缘，啊，印这部经甲各位结缘，若是各位恁回去，这部经用了真好的时，恁用个助印哦，恁若要助印，你才找剪金仓。或者咧找咱的啊泸州，咱的苏文义苏讲师，还是找阿元拢可以。好、哦，咱会当助印这部经典。那么你奉请以后，然后呢，提来心肝窟啦，咱先安呢，啊，咱呢才在心肝窟啦。啊，你目睭看到元始天尊。算神龙五国真经，你看目睭看这只字啊，元始天尊算神龙五国真经啊，你目睭看，心内吹，你就请五国也讲哦，地主大多位啊，因为什么代志？囡仔暗时。唔困，阿孙暗时惊吓，或者孙干发烧，或者囡仔发烧，或者囡仔安怎？有啥物代志？你慢慢甲禀报，你目睭看一只，因为你目睭要四界看，你要分神，神要分掉哟，乱神去哦，你看只，好，你心内吹。轻轻讲五国爷，你家想到五国爷坐伫你面头前，这部经都是五国爷，咱的神龙也得做，即是一伫咱面头前啊。啊，那个讲煞的时，咱这部经，假使咱囡仔朋友带，你头啊正邪七连，倒邪七连，正邪你请。大主大悲神龙严地藏，大主大悲神龙严地藏，大主大悲神龙严地藏。念七遍以后，正七遍，倒七遍，总共十四遍。最后，请大主大悲神龙严地藏加持，因为咱头壳顶三七有神明，你知影无？咱头壳顶。咱的庙有三仙有啊，庙顶有三仙啊，咱头壳顶嘛有三尊呢，福禄寿呢，福就是平安呢，禄有哪吃有哪穿呢，啊寿就是灯会寿啊，啊你听有无？哦，所以你按完了呢，啊正七年，啊多七年，这个时阵神龙严地做，伊若袂当来。派富派富诶，啊，够富诶来拢无问题。但最我今甲你讲出，神龙严地藏一定会肯定甲各位护佑，爱、啊、有信心哦。恁那侬就无欢喜款。好，然后咧，阿静，你用那个锣。咪个一方哦，一方无效哦。现看嘛呢，讲七遍，大主大悲神龙严地藏，大主大悲神龙严地藏，讲七遍，后七遍，倒手七遍，正手七遍，安尼就好啊。脚唔好甲摇，脚也是无礼貌哦。安尼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请神龙严地藏加持。囡啊，哦，囡呢，身体平安健康，哦，舒服，健康，等等，你要求啥，你家己求。啊，你七遍就好啊，你无考个好，想考七遍有效无？考七遍是几贴的俩。有效想。要紧，安尼听好无？哇！咱是来传法，
传圣贤老来嘛的妙法。南无平安时，各位，你要这位一得到，好神龙严地，时时会当家你加持。当然，你经爱读经哦。你咪讲个车来，无放拢车来，空主公来按卖啥的呢？哦，你经来滴爱读，爱读这部经，这部经的功德非常非常殊胜。在五月七日，啊，咱因为五月七五啊去大陆朝圣，啊，五月七七。神龙严地祖伫竹鹿高山古山，当时五千年前，神龙严地伊徛伫高山，啊，蚩尤帝徛伫岐山，啊，黄帝徛伫这个黄帝泉北方面，形成三角顶啊。那么神龙严地伫高山的所在底下呢？哦，徛伫啊！那么事过几千年后，啊，神龙炎帝啊开始啊，伊甲我甲咱大众有真深的缘分，所以伊啊一间古庙，爱阮去甲看，啊去甲帮助伊精修。当时咱的理事长，伊嘛师傅啊。好，我要甲神龙炎帝做咧，好，但遐有需要，伊要奉献甲斗三工。那么这回因的市长多咧，咱的台湾的选举，所以无用我去。那么我就去到现场，啊，只有一间古庙，一间古庙神龙炎帝的古庙。内底一含神龙炎帝做的金尊嘛无呀，内底窗啊门哩哩落落，地图师作些，啊，写讲起有够可怜。大陆虽然没有神，无信教，因为无信教，所以一只散，迄个有够散呢，散个是有够散。所以阮一日当休去啊，好看炎帝做伊个。原来的所在，啊，五千年前一所大的所在是什么款呢？结果看了五千年后呢，迄、那个庙呢，拄啊伫文革、红卫兵文革的时间弄啊烟锅起出，啊，伊的金身拢提，唔知提倒去啊！啊，所以啊，啊，当时呢，啊，阮都叫大家布施一撮仔钱呢，甲到征收，啊，征收呢。啊！甲讲咱五月七七要去遐，吼、哦，甲各朝拜，要上经，啊，上经呢来祈福，会当咱的五国爷公以后才家家顺顺，会当民心建性，中华民族家家顺顺，大家会当和谐，唔通阁有战争，会当化解艰苦色战争。哦，大家人心受疼爱，共同来祈求中华民族一大和平。那么咱上经一定爱有一部经，所以神龙大帝经有两部，有两部咧。我来看看看咧咧，神龙大帝咧，啊，伊就开始讲要用这部经，这部经都是印好国语这部。好，咱由咱上基山先律师咱微信中幻变学院，咱的所有的法师，啊，在五月七七迄早起，咱差不多九点半呢，开始伫啊奉上这部经，啊，奉上这部经甲王禅老祖黑妙真经，啊，天德经，啊，来祈福，祈求神龙大帝再降。啊，本领在高山。啊，当时咱上经上到都上煞，我讲若是这部经以后会使咧流传伫社会，流传伫世间，对人类世界和平、人类和平
有益者，请你雷公信啊，即时下落雨。经常刷无两分钟开始落雨，砰砰叫，你准好梳头，凡是啊水无来，你嘛准袂落来。咱简进昌，好，咱的同修咧，简老板、董事长啊，好，咱的苏讲师啦，好，咱直接同修在场咧，亲亲亲，感受到神农大地伊的慈悲。哦，经中有开始，哦，风神、雷神、雨神、电神，哦，等等，速速降临，消灾化劫。啊、哦！而且呢，我所祈求呢，一旦咱等下五月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，一旦天灾永续、天恩永续，若是神农严地主，你有灵有圣者，现在请你单雷公。这个谁讲的要安尼来，嘛真无礼貌。但是面对着咱中华民族开始的战争，开始大汉欺负细汉，和顶顶社会乱象，人世间咱中华民族惊惊孙孙的乱象，先讲咱无什么方法好救啊，只有救个上源头的老祖公，神农炎帝祖，欢喜还是生气？一般单位讲是咧生气，所以我当场逼毛笔，因在地地方政府官长准备着纸，我说神农炎帝庙，一面写真的单位讲真的落大雨，砰砰叫写个刷刷好啦，怎咧停咧？我甲神农炎帝做，我当然一定要来弘扬这部经。在台湾，一旦仰仗着神农炎帝的大慈大悲，保佑着咱只众生，保佑咱世间的人，和咱只无智慧的化为有智慧，或者无爱心的化为有爱心，和咱无私的哦，和咱化为咱的善良的。所以神农炎帝非常欢喜，好啦，我嘛感觉真正安慰，因为咱宗门所谓同修弟子的心，是为台湾这个土地，为地球上这个土地所谓人民，大家来为国修道，为民族修道，为世界修道，为人民来祈福。所以行到这个时阵来。我才想到像咱都看报的那样啊，好，就请师傅，一关请我，一关请到尾啊，无当请，就请上老的老祖啊，好啦，无多我来请到啥人，神农炎帝祖出来做公亲，哈哈哈。所以今日上一本好人，一个人在时，咱有时间，你甲读一遍，读一遍。啊，你阿伯，你有一个啊，家来一个祝平安呢。因为神农炎帝啊，伊是咱五国的五国爷国神。啊，咱每一工要食饭，咱也无神农炎帝。一个人好奇的是，谁讲的？咱要哦，常常旱灾，常常哦，迄个虫，哦，迄个草蜢啊，哦，蝗虫，等等呢，嘿，这都无去啊！人偌敖，天下大乱之今，再无他食，哦，在饥渴的时，哦，所以咱爱了解。哦，我国是咱社会安定之本，我国是咱生命安定的不二法门。那么今日咱在三重埔这个所在弘扬咱的
大国爷伊会真精，伊会真多。因为咱三中市有一间几啊百年的先社宫、先社宫、先社宫，就是五国爷伊的本庙，也是现在由三重埔的市长李乾隆先生伊做董事长。伊也真极力伫弘扬五国先帝的伊的精神。我有一回，咱也有心要求我李市长，除了你一定咱互人拜拜以外，我希望咱爱提倡着教育，提倡着教育，时时爱有一个知恩、感恩、报恩的心。社会才会好，那些才是真正才是心浓焰的心。回想到咱过去，咱几千年来，咱大家有他吃，心存着感恩吗？无，真少感恩的心。回想你做兵的时，我恁的，在吃饭的时，我有同事。当初伊是信天主教，每一次要食饭的时候，就嘛就客气，叫过一阵嘛，我得爱甲小创弟，小创弟咧，伊咧祈祷的时候，碗帮我落甲旁边去啊，目睭白见，那无帮上帝食去啊，迄阵我唔知啊，那。过一阵嘛吼，用机关啊安尼，到尾啊，一碗字咧，一手字碗字碗，啊手机多，我讲，某某人啊，想的我那跟你过未掉吼，囡仔人你唔知啦，迄阵因为我唔捌讲感恩，迄个当时我的同事。就是艺人黄晓东，杨小平，阮同事白嘉莉的时阵，阮若看咧食饭都爱甲小通知。即要回想起，哎呀，咱台湾中国五千多年，食饭那袂晓像人因两千多年，要食饭爱要感恩呢，安尼感恩上帝赐饭互我食。咱都甲想，想着书包咧食，甲咧烹调，看要食啥？即摆想起来，有够歹势啦！再来，咱佛教，你要食饭的时，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经、供养法界一切众生。哎呦，佛教要食饭也要感恩呢。那么咱道家无啊？咱食饭就好了呀，无介意就等一边啊。这都是咱今日传的心法的一部分，所以希望各位咱今日是来接法，用在生活上，即是五国爷、五国先帝在咱家中，甲咱道波比；即是五国先帝、五国爷、神农大帝，伊在咱的家庭，甲咱道波比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法门。咱今是来传法，咱唔是来演讲。演讲神佛，我都甲咱斗去讲。传法甲法则等于，恁即是我国先帝、神农、炎帝做的化身啊。咱三重埔各位地方士绅，咱各位十方神地师，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神农炎帝的妙法的真理，过去呢，咱真侪拢在非常神秘，而且呢。充满着神秘的气氛内底，甲咱传道、传法、甲咱教化。
啊，这是时代无相像，但是到现在万教皆法的时啊，咱是来接法，咱是来传法，接法甲传法一来一往，叫做教心，心回心。各位都嘛是我国，哈、啊，神农炎帝做的化身。啊，咱大家拢是神农炎帝做的化身，咱拢是伊的子子孙孙。那么，咱伫世间究竟是为了啥？咱是为了咱的智慧的提升，心灵的光辉，来到世间。咱不是要为着斗争来世间，咱不是为着要争个夺来世间。所以神农炎帝有一次，我请示讲啊，炎帝祖是安那当时你个皇帝一修怕修建建书，才挖的皇帝祖啊，联合起来怕。这个九雷蚩尤地主，这是啥原因？到今日也无答案，也无答案。哦，刚刚开始，咱人有三个念头：贪、嗔、痴。哦，贪、嗔、痴，咱爱化为界定慧。加工安尼尔，都无结论啊。那么这中间来咧，我本人时时为着三祖啊，因是安尼演化到现在来的中华民族，这里袂和谐，这里袂安定。所以在这回，咱五月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这五天，啊，咱所基本的护国色彩发挥，咱所超度的、所不度的，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大小战争3762次的大小战争，恐怖哦！3762次呢，这是咱啊卫心中陈其山陈老师，咱的贵国主学术研究会。好、哦，所研究、所统计起来，3762次的大小战争。再来呢，咱中华民族对炎帝、黄帝、蚩尤帝三祖以后，甲现在，唔是百家姓，是万家姓，15615个。姓氏15615姓，有这两项的资料，咱就看出中华民族黑暗不安的中华民族。再来，咱就会说超多台湾228事件，好，228事件，好，这里无辜的亡灵。咱不是在挑起族群的战争，咱是在化解族群的不安。所以在228无辜受灾殃啊，而王室的族人，咱呢实在想起来，甲即马那亲身体验到的，心也是袂安宁。但是这拢是历史的悲剧，也拢是咱因为3762次的大小战争，中华民族本来就存在的非常未安宁。第一次的大战争就是对大陆开始，啊，第二明朝之前，第三呢，吼、哦，那的牧野古战场、牧野之战，开始演化到现在来3700次。到最后一次823
都3762处，遮济万年，你要安尼去超度？所以只有咱宗门即处一同来办理这个超度的法会。啊，仰仗着咱神农严地祖的慈光、慈悲之光，来甲咱化解。家家孙孙的顽秀啊。所以各位，好，咱在家，好，咱家己要读这部经的时，咱要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好，咱世界当和平，啊，祈求咱国家会当和谐。咱只有大家共同来祈祷，我相信咱会当感动到咱的列祖老祖公啊，甲咱到保庇咱，大家才健健顺顺，读会较清醒。那无咧，咱每一天生活的，唔知当时要发生啥，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代志。所以各位，咱今日上门王，咱三鼎波。好，咱先说讲，我国也讲，伊的慈悲，好，咱这个机会一只，希望我国先帝、我国炎帝、神农炎帝，拢共就伊神圣祖公伊的圣号。啊，咱也希望自今开始，伫全省各个所在，大家共同来修持我国，哈，咱的。我国也讲也心法，那么那安尼呢？我相信台湾出去会更加平安，更加和谐，大家较有智慧。啊，我请示哦，我国先帝，我国也讲，请问你的心法是啥？伊讲足简单呢，恁可能想袂到，伊的心法，好爱修福，爱修福，爱知恩。感恩报恩，知恩知影天地之恩，啊，感恩感谢着天地之恩，报恩爱用咱食饱以后咱的辛苦来做出有益社会，咱这个工作啊，受福，咱看足济个机会去餐厅食饭。咱过去在十年前左右，我常常去餐厅食饭呢，看真侪桌顶真侪浪费诶，菜点点一大堆，硬一项了，剩咧就淡掉去啊，这个无修复。所以在当时十多年前呢，啊，咱台湾经济泡沫的经济的时，我讲台湾有一间真惨，也足惨诶，若是唔知好修复的时。真惨！啊，我足感恩到当时咱的总统经国先生，伊甲咱提倡梅花餐，吼、哦、五菜一汤，这是修福，替咱每个人是修福，啊，替咱每个人增福分的一个政策。可惜一阵时间又过浪费去啊！我国先帝，咱的神农炎帝。伊辛辛苦苦派伊个护法神将，伊个护法神将有偌济呢？啊，京中呢都有开始。啊，恁这京中册上用摕出来看哈。啊，伊有偌济护法神将呢？第一，别国祖主。祖师就叫祖主神农炎帝，伊就我国伊是别国祖老祖先啦、啊，哦，神农炎帝，过来九地祖主电母元君，哈、哦，九地圣主孝基尊神，哈、哦、啊，九天国王大神。九天祝融大神，九天幽冥神君，
求天显明神君，哈，赵祖祖、刘大夫、梅祖祖、哈、啊、查大夫、道祖祖、李大夫、哈、啊、西祖祖、涂大夫、马祖祖、哈、啊、郑大夫、哈、啊、烈祖祖、哈、啊、这个易大夫、风云雷雨、电炮新鲜。参奉布官，土地讲得着，哈、啊，左会将军、保境将军、诸将庙家大神，当地祭拜名神，宣传期间，地面良神，哦、啊，建立土地神君，六条命风神君。干干兴肥真天真在，各国来集，下过最天，好保佑干界，不令唐风入籍入境，清白不兴，风调雨顺，民安无平，五国兴盛，玉帛兴肥，犀牛昂翔。哦，压力不轻，渺茫随意啊，必须行通。所以各位，那么吃一顿饭，吃这神，甲咱斗波比呢？我国吃着吃这神君大神，山河大地两面顶顶，互咱有他吃。可惜嘞，好、哦，咱真济人。唔知影修复，啊！凊彩我乱弹，结果呢？咱前十万年前，这些生活未晓修复，我国也看了海头，我国也唔得，看了众生只惊惊顺顺，遐尼未修复，有一天会甲你掉顶。结果经过两三年，台湾经济开始下坡。这是在给人经过，所以今年今日，咱在这里所在要弘扬神农炎帝，伊的慈悲，叫咱爱修复，啊，咱唔通浪费，唔通糟蹋物件，咱来糟蹋物件呢，咱一定百病到位，百病都到啊，因为咱祖先。看人家家孙孙这样的糟蹋，好、哦、嘛不用问，咱的心性天性看人叫糟蹋，嘛无可能够继续保庇咱，会当遐尼富足，遐尼富华。哦，这是我国先帝，神农大帝，已经疼心的所在。所以咱今日。身为神农炎帝，家家孙孙，咱来体谅天地之恩。所以咱知恩，咱神农大帝以外的伊的部下，这样子神君甲咱过一张草，嘛好一张菜嘛好，一张果子嘛好，咱应该爱甲报爱甲感恩。包括像这一朵花，嘛爱遐尼济神君来到保庇，哦风。魂雷雾顶顶，嘛是爱个含个地龙脉、地龙神顶顶呢。咱一张花才会碎起来，所以佛祖呢，哈、哦，伊咧莲花四众，哈、哦，那么伊个地大地主呢，大家社呢，那个大家业伊顾着，顾着伊个个人顾无受伤。若是我顾花，恁我都爱这张花才碎起来。咱来感恩山河大地，诸众圣神，哈、啊，才有法会护持、护佑、加庇，才有这张花这么水。哦，这是世间法上基本的领悟真理的妙法。可惜呢，咱真济人拢咧糟蹋这物件，心拢也唔得做，哈、啊，心真痛。
的祖公也是真疼、哦、所以我们对于现在也很多孩子、哦、我们很多人一直在怪说现在社会教育国家教育这不好，事实上我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、啊、要把孩子教的就要好修复啊，爱修复啊，吃多少买多少不能吃不那么多、哦、买的淡淡掉，我们福分不那么多好浪费啊，那莫噶福享尽，噶福享尽呢？哦，这里咱主人后边呢，免偌久，咱事业开始变损失，事业开始破败，咱看真济，哈、哦，专门的红车诶，哦，的红车当然是会要修复诶，足好诶，啊，但是红车，那么请人嘛是为了表示着敬意，和办足济，食未完。啊、所以我们来到福贵宝地这个所在，我们书讲书，他呢、啊、就准备我们的素食便当也好，还是空肉便当也好，个人一年一定要吃好完，这就修好，这就是我们心跟五谷先地心心相应了啦。我们这两事要成功，好、哦，咱一定爱对平常时的修复做起。好、哦，咱尤其呢，五谷咱莫去浪费去。回想伫民国77年的时，当时咱台湾哈、哦、一挂建设，当时的建设为的抢建的时，哦，真的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切个八块啊，就安那个撸掉去。我啊，这间公司爱败啊！因为我老师是安那，因为我国起来啊，八国起来啊，你甲撸掉，糟蹋着天地精华，这新军无可能放你去。结果遐公司逐间总倒，台中地区我所在总倒。所以各位，那么起初，切啊，要未成熟，要未成熟的时。要未开花时，吼、哦，要未布这个包的时，咱用家路调去挖多，嘿，要未成。既然那切啊，还是丢啊，啊，未啊，已经有开花起来时，你达最未使你个上吊，你个上吊，天地都成所讲者，啊，雷电的电报者诸神，达最未放人去，啊，这神君未放人去。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认识，所以在早期，因为我做车辆，好看到一个建设公司，哎，无差达偌济钱，唔是达偌济钱，天理是无价之宝啊，空空空空。台中经有一间建设公司，啊，我甲车辆，我讲这里，哎，车啊起来，啊，卖付啊啦，迄无紧啦，迄只卖只偌济呢，我哎头家啊。这不是偌济钱，一枝草一点露意味的功德存在。我讲你安尼，你会足惨诶！伊都唔相信我臭屁咧，听恁讲遐，请恁只食新民饭的人讲的话。吼，这个话我听了足难过诶！我好好因果甲你负责。结果撸掉呀，迄个包嘿出来都起来是弄死呀！这不是讲我乌鸦嘴。这是天理呀、啊，天理。所以咱一记哩，五谷呀，咱每一张树啊，嘛好，一朵花嘛好，啊，一张青石啊，吼、哦，迄番麦、五谷等等，会当成熟起来，拢有以上甲各位正者神君、正者神君来甲咱斗保佑。啊，我各甲各位提醒一下，咱莫随便浪费物件哦，咱有是。别国祖祖，祖是，这里都祖公的祖，主人的主，咱经起来有神农炎帝，好、哦，九地祖祖，啊，参谋元君，好、哦，九地圣主，好、哦，后继一尊神，后土就对啦，好、哦，九天国王大神。九天祝融大神，九天幽冥神君，
九天玄明神君，赵祖祖、刘大夫、麦祖祖、查大夫、道祖祖、李大夫等等，这么多要风魂雷神电炮神仙，参奉报官土地土地公，那个祖会真君、保境将军、主将苗家大神、当地祭拜明神、山川客间地脉良神、建路土地神君、六条命皇君、命皇神君，江间兴辈兴辈真在，各国来集。咱只有我多屌啊！唔是讲我真牛，我哋廿倍咯，三万倍有资格无资，拢唔是安尼尔啦，迄是有违法，无违法，咱我都去了解，就是啥？今日元始天尊大慈大悲下降，教咱开始咱来修福的原因，就是啥？咱来知因，爱感谢着遮济神君，甲咱保庇有一口饭好食。所以咱为心中善积善善乐事，咱的为心中在食饭感恩呢，咱唔是安尼，嘛咪强我福强我法强我精，咱也嘛唔是安尼，咱一个真理，咱要食饭的时候手合掌，好，虽然。给我一煮啊水米，但你的功德大于天地之恩德。阮诚心的感恩加受福，咱敬起了你，你就吃饭，这就是修行啊。虽然你给我一点啊水米，但你的功德。大如天地之恩德，阮诚心的感恩甲受福，诚心的感恩甲受福，然后咱才食，这咱都是得积福。对遮个神龙大帝，遮个诸神会甲咱护佑以外，咱对一个感恩一个上好的妙法。所以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爱感恩着神龙炎帝，甲众神的慈悲，甲因的功德。那么安尼，咱一天一天，咱会更加兴旺，更加有智慧，更加平安，更加发达，事业顺遂，家庭平安，更幸福。